嘟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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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单身的狮子宝宝今天在与人交流的过程中魅力闪耀，会吸引一些桃花，但要注意分辨好坏。天蝎宝宝今天会把精力放在内部安全感管理方面，单身的天蝎可能会遭遇秘密桃花。今日要把握机遇的两大星座，摩羯座、双鱼座。摩羯宝宝今天会参加团体活动，和同类探讨工作技能时会带来新的收获，建议仔细思考一下是否有变现可能。双鱼宝宝今天会有机会出远门，多到当地观察观察风俗，远方的朋友可能会给你带来财运。今日有望加薪的星座处女座，处女宝宝今天容易因为过人的知识能力受到高层关注，发挥顺利会有提高薪水的机会。